去遊輪 trip 不妨考慮下鑽石公主號，一次過去曬日本、韓國，夏天仲可以參加日本多個祭典添，好似清心水魔祭啦，同埋得到阿波舞祭咁，仲可以去埋東北同埋四國地區欣賞十和田湖同埋藤蔓橋等等嘅大自然美景添。想去遠啲嘅話咧，就 join 奇緣公主號啦，會去西班牙、意大利、法國，仲包全程岸上觀光，連地道美食添。網上報名仲有額外優惠啊！